Hello， 大家好，喺我身边嘅陈副云女士咧，其实佢就患有 MS， 亦都即系脑发性癌症。其实咩嚟嘅呢？如果佢发生咗喺脑嘅前额叶咧，就会令人有机会有忧郁啦；如果发生咗脊椎前额叶突变，发生喺视神经咧，就会影响视力嘅。咁而呢一种病咧系冇机会治愈，最多咧都系迟缓啦，或者咧系诶减慢嘅啫。但系当然都有机会系更加严重啦。严重起上嚟咧系可以瘫痪，甚至乎咧系死亡嘅。 一般嚟講咧，女性咧比男性病發機會咧係高成20歲，20歲左右嘅，哇！咁其實都好慘係咪？咁點算啊？希望大家咧支持香港基建協會嘅，有好多嘅方法，其中咧就係去銀行直接嘅去捐款嘅，唔該。認住呢一個户口號碼，支持香港基建協會啊！我喺呢一度發出一個邀請，我要挑戰林柏。Hey, hey, hey, man! Woo!